大家好，我是江西老表小袁。今天呢，我去阿斯密店里买一点核桃，看一下阿斯密的话在做什么工作哈。这就是阿斯密的店里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今天我特意来阿斯密店里买点坚果给李娜吃，因为孕妇的话需要吃一点坚果会比较好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坚果会比较多，吃了对小孩比较好啊。你好啊，你好，你是中国人吗？是，他是尼泊尔的。他尼泊尔的？是你一个人来的吗？啊，我一个人来的。我吕米拉，你好。吕米拉，吕米拉，她在家里，她怀孕了，想休息一下。你们这有什么核桃吗？我这个买点什么东西，我买点，买点吕米拉吃。好。OK， 这是腰果是吧？我看一下，你在干嘛？你在？我在现在剥那个，这个怎么说什么？这叫腰果吗？啊，是腰果。哦，好像是腰果。是的。这女孩子是你同事吗？这个是我的姐姐。是你姐姐？是，她今天来姐姐帮我。哦，弟弟你好，弟弟 hello。Hello 弟弟。这边叫弟弟，是叫姐姐。是的，我知道哈，叫姐姐弟弟。OK， 我最近还好。你姐姐多少岁啊？我姐姐现在20岁了。现在20岁了？是。哎呀，有跟她一样的。你跟她一样的？是。哦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你姐姐？她是我哥哥的女朋友。哦，她是你哥哥的女朋友？你亲哥哥吗？是我亲哥哥。哦，你亲哥哥的女朋友，有没有结婚啊？还没有结婚。是的。OK。刚刚两三年以后他们结婚。哦，两三年以后结婚是吧？是的。OK， 你跟我介绍一下嘛，我买点吃的给吕米娜。好的。哎，这里好多好东西啊，这应该是叫葵花果吧？在中国人开的店。哦 ，very good， 核桃很多，这里核桃很多。这还有葡萄干，还有这个甜枣，还有芝麻，都有哈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350。三百五。对。OK， 350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，给吕米娜买一点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中国来的吗？这是不是，这个是印度来的，这个是戳盖，你忘了，印度人很用这个。哦，印度人很喜欢吃这个。是，我看吕米娜的话做饭会放一点进去。是，做饭的有尼泊尔的那个叫什么 ？tea 知道吗 ？tea 啊，做 tea 的时候我们放这个东西。哦，就做。我们到时候节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东西。哦，你们过节的时候会用这个东西做饭？会的。OK， 这个我不买了，我买吕米娜就是有宝宝吃会比较好的。这个怀孕了吃比较好的有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有腰果也很好，这个核桃也很好。这个核桃多少钱？这个一公斤是500的，那个一公斤是600的，那个是有700的。这总共多少钱？这个是500的，这个是100。这里一公斤500。OK。这500，我觉得500的话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我就买点给吕米娜吃吧。我这里还有好多好东西哈，腰果啊什么的都有。这核桃特别多。你们可以请坐吗？喝茶吗？不喝茶了，就不喝茶了，太麻烦你了。我们等会儿就走，买点东西给吕米娜吃就走了。其他的我们就不买。这里葵花籽。很少见啊，有葵花籽。哎呀，我再看一下其他的。这都是核桃，还有芝麻。芝麻孕妇就不吃了。哦，还有葡萄干。哎，阿斯密，这葡萄干是哪来的？哦，葡萄干中国来的。
在葵芳籽，葵芳籽应该也是中国来的。你看看这个吧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好的。哦，这个哦，那买你那个吧。我给你好的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那个是吧？那个多少钱？那个？那个是一公斤500。这个1公斤500的是吧？哦，这个多一点是吧？好的，那就600的吧。其他的有什么好东西吗？你给我介绍一下。小包的，小包的可以买给他的。如果他喜欢这，以后过来这里的话，能买多一点吗？哦，这个我家里有，买了2次。哦，是吗？你家里有就可以。他里面呢也特别喜欢吃，下次我来买。是，好的。哦，就是核桃现在就没有了，我再买点核桃。你给我拿个袋子装起来嘛，大袋子。好的。给我装这个啊。啊，今天买点，特意来阿斯密这个店里哈，买点吃的给，总共1020啊。1025。OK， 1025。好的，我们1025啊。买点给吕米拉吃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小视频我们就先做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